接我回家的。上车再说。李总，有人追车。吴桐，妈妈在后面哎，她跑得好快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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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妈妈，妈妈。停车。妈妈，彤彤，妈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彤彤，妈妈，你追着我们的车子干嘛呀？彤彤，是这样的，你妈妈跟我……彤彤，以前你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，妈妈是怎么回答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爸爸去魔法学校帮哈利波特打伏地魔。真乖。彤彤，你过生日的时候许了一个愿望，说想让爸爸回来，结果爸爸就从魔法学院回来看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妈妈说只要真心诚意，愿望就一定会实现的。彤彤真棒，这些都记得。彤彤，妈妈也要去魔法学院上学了，那让爸爸陪着彤彤好不好啊？好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妈得学完所有的魔法才能回来呀。彤彤，你要乖乖的，想妈妈的时候呢就好好的睡觉，妈妈会到你的梦里去看你的。彤彤，好好的吃饭，听爸爸的话，知道吗？妈妈不许骗我，你一定要到我的梦里来看我。妈妈什么时候骗过彤彤啊？妈妈，我不想你走。彤彤，我不去。乖，彤彤，跟爸爸去。来，过来。小心哦。好，可以把眼睛睁开了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边还有，带你去看看。好多玩具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太喜欢了。喜欢啊。爸
爸，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吗？这些都是你的。太好了，以后你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哦。比我家大了好多，妈妈见到了一定会开心死的。这是你的房间，跟你妈妈没关系。彤彤，叫奶奶。彤彤，叫奶奶。奶奶好，我叫彤彤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奶奶叫厉芷宁。长得好像啊，丽姐看见没？简直和厉总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你跟法庭申请禁止那个女人来探望了吗？这个我们以后再说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个孩子进了我厉家的门，以后就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了。可不可以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个？他迟早要知道，早一点明白现实更好。爸爸，奶奶坐的什么车？她为什么不走路啊？彤彤，我们下去吃饭好不好？待会儿再上来玩车。好。嗯。哥，你叫彤彤吧。爸爸，我害怕，我想回家。彤彤乖，你是厉家的孙子，你住进了厉家就要守厉家的规矩。现在你就住在这里，跟奶奶住。你妈妈不会来了，你懂吗？不对，妈妈去魔法学校，她很快就会回来。你看这个女人跟她胡说了些什么？现在法庭把你判给了你爸爸了，你只能住在这里。你乱说，不要说我妈妈坏话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了？你最喜欢的蛋糕，你看。我不要。哼，哎，真不像话。我不喜欢你，我不想听你的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妈妈。哎，彤彤啊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没有教养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妈妈。陈默，让我来。彤彤，听我说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妈妈。关进去，好好反省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Thank you.